人有时候会因为一些小事莫名其妙的崩溃。有人一个人去做手术的时候没哭，却因为朋友的一句关心瞬间泪流满面。有人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没哭，却因为亲人的一句加油湿了眼眶。还有人顶着重重压力的时候没哭，却因为爱人的一句我在呢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其实你哪有那么坚强，一身铠甲的背后也不过是一颗柔软的心。无人依靠的时候，你可以一个人咬牙走很长一段路，但有人关心的时候，你只想做一个敢笑敢哭的小朋友。生活中有许多的累是可以独自承担的，比如说身体上的累，你睡一觉或者按按摩就好了。而有些累是需要被安抚被分担的，比如说你心里的累。你需要有人去聆听你的烦恼，哪怕他什么都不做，只要能够坚定不移地陪着你就好。我见过许多人笑着笑着就哭了，他们总说没关系，我没事儿，其实只是不愿意麻烦周围的人，我们都心知肚明。有些小事并不是你难过的理由，那只是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有点累的时候别硬撑着，你知不知道你逞强的样子更让人心疼。